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 人呢？ 他漏了一个经验。又一个，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 来一个被动，操！盖伦平 A 攻击，这得有150了吧？清算就要来临了。 盖伦没有175吧？缓慢的死去，就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烧吧！13刀。 我操，这他妈谁给的猪呀？OK， 小段。 杀了还不，nice！基地的火又灭了，兄弟们！你以为我基地冒烟了？哎，基地的火被扑灭了！男枪越塔，笑死我了！男枪越塔属实是笑死人的。 没亏什么线还可以。这什么平 A 距离啊 ？A A 统治是 W 姐二连 A 没死。 回去掐个经验，看能不能升级。哎，太慢了，感觉打不死。他是有多兰盾，第一时间没升级。烧吧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太肉了呀！ 他有带那个灵光披风，我这把没有带灵光披风，所以没追上他。谢谢绵绵瓜的下单，谢谢。
快跑！我操！应该没来吧？我在塔下回，安全。不要相信迪奥吉沃特的鼠辈。改很久了，血条下面的那个显示统治数量改很久了。买的恩君蛋很好吃，又下了一单是吧 ？OK， 你觉得好吃就可以，可以记得找表哥返现哦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的潮汐预示着我的未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更多火药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看他们越了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OK， 这盖伦不厉害，但我队友还是比较劣势，他们男枪五干一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他应该在打小龙。就需要那个。仁慈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被抢了，我操！什么鬼？先回家。快喽！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。又一个，他们的尸体将塞满深渊。这人呢？大海没有记忆，我有。我没大招哦，给了就给了吧。还好 Q 出来，我键盘都按歪了，我操！我没有视野，我疯狂给他按 Q。还好不是被单杀，吓死我了！操！中路不见了也不说一声，屌王！给他送个800，回到线上干死你！
不喜欢发信号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更多火药，无情杀六，但是没有线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，他把线清光了。下个版本贪欲有十八点穿甲，想多了。那贪欲要是多加十八点穿甲，哥们的嘴巴都歪到耳朵那边去了。走吧，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但是它属性肯定会改其他的吧，比如说它攻击力会削吧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新贪欲筒子触发不了有鸡毛用，那有个屁用啊，筒子不能触发还有屁用啊。不过他有穿甲的话看情况，要是没有其他装备出来就只能出类似这种。船长不需要吸血，船长需要固定船甲。烧吧！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哇操，狗把烟雾弹断我两下屏，哎，服了。而且这盖伦怎么会这么肉呢？我看能把先锋打了。这么好，谢谢你哦兄弟，好人好人一生平安。一个二塔现在700，一个先锋200，等于白白给我900，好人呐、啊！你真是个大好人呐、啊！盖伦还是个忠厚人呐、啊，兄弟们！那盖伦还是个忠厚人。
操，这么肉吗？点屁道理都没有啊，怎么这么肉啊？我一点护甲都没有的，他凭什么能砍我这么多伤害呀？而且我装备还好的一逼，没道理啊，是不是没道理啊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别来我！操你个嘴，阿豹！给哥们单杀怎么了？死亡的潮汐是我的归来。收一下。OK。服了，兄弟们。我去下路拆塔去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想把我先攻破了？不可能！哇，我贼有钱了，兄弟们，我贼有钱了。人子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怎么一些啊？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血肉才有分量。他还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又一个。我总是没炸到他们。好，我现在烟雾弹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可再通。我操，怎么没伤害啊？我打谁都打不动。把他们吊在什么鬼啊？啊！身法吗？他突然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菜就多练。
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差一个超神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他们应该不会动了，我去把红反。啊 ！What the fucking doing, man？ 又一个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干三个单杀哦！中路二塔也加钱了呀！中路二塔感觉加了一百多呀！阿伦还个上路带阿伦，你要被干死了，阿伦要记好究极形态，究极形态出暴击爆发最高的一套装备了，属于是，就对于有护甲的情况下来计算的话，要是没有护甲计算的话，那当我没说。炸肉1600，没问题，完全 OK 啊！啊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哎，泰坦怎么全有助攻啊？不对，坦子，你干了什么？坦子，你干了什么？你怎么全有助攻啊？哎，跳不上去。我看起来很硬。哎，全有助攻，没有骑士，锤子骑士。我在火中找到我的憎恨。有一个单杀，小鱼是单杀。两个单杀，那就加三个单杀。他卖了吗？